民好，我最近看你国文课上的都很不开心，是发生什么事？啊，因为我国文课被当了、啊。被当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应该会过的。你上课在睡觉？是没错啦，可是大家都在睡觉啊。对啊，我也在睡觉。那你作业有交吗？有，全交嘞。全部都交？全部都有交。嗯，那有迟交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迟交。那可能是你写的不好喽。对，这我就不知道啊。你觉得你应该都有几分？我觉得我应该至少要给我60分啊，可是每次那种作业成绩都是20-30分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作业没有交，可是我过了。啊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人的问题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人的问题？嗯，那我想一下。嗯，对，听说我家楼下有一只猫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我常常看到那只猫，那猫超可爱的，真的啊，超可爱的，它很黏人，都会跑过来磨蹭你的脚，对吧？那刚才是不是我今天在送你就去摸它、啊？对啊，我去摸它，它一摸就它就吐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一摸它就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的问题，又是我的问题。很多人都受不了你，更何况是猫了，对不对？好啊。嗯，可是还是很可爱啊。哎，那你是不是要去考驾照？哦，对啊。说到驾照，我本来想说我用我3年前考机车驾照的照片都就好了。因为我3年前考机车驾照那张照片多帅啊！可是呢，因为汽车驾照说呢，要考驾照之前要进班，要进一个月前的照片，所以我去重拍了一次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三年来我的下巴不知道怎么越变越厚，所以呢，我的拍照的时候头都很低，就尽量一低。结果呢，那个摄影师跟我说你要挺胸啊，结果我的下巴拍出来就越来越厚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，我当然在听你说话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啊！啊，对，那个我们最近很喜欢去逛夜市哈，所以夜市都会有那些小朋友这样子。对啊，超好笑的。我上次跟我同学去啊，他呢走过一个小屁孩的时候就这样子，有露缺德啊，真的超好笑的。是不是就在旁边一直笑？对啊，真的在旁边一直笑，超白痴的。嗯，是啊，我们节目差不多也该到个尾声，那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摄影师来表演一个他最擅长的模仿秀？对对对，来，摄影师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摄影师阿毛，他最擅长模仿别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让他模仿一个我们班上的同学，大家猜猜看是谁？来，3、2、1。所以你刚才到底在模仿谁啊？你要公布一下答案给我们观众知道一下。我们班的那个陈培忠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